睇下啲花花草草，睇下啲自然嘅動物。即係我本來好大壓力，然後咧做完呢個後，我心情都變得好開心。我覺得森林療癒可能對其他人係比較有效啦。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中意聽音樂啊。因為啲人工作或者學習壓力好大好大，又冇時間去放鬆一下，我覺得森林療癒好適合佢哋。但我哋用森林療癒，可能可以讓佢哋咧去節奏舒緩起嚟慢啲。我認為咧就唔可以喺香港大力發展嘅，因為咧香港咧係比較地又比較少啦，人又好多。如果係大力發展呢種森林啦，咁咧就會好多樹木啦，就唔可以再起屋啦，就唔可以容納嗰啲好多嘅人。